果仁咧，佢有多元不饱和脂肪同埋单元不饱和脂肪咧，可以帮助降低我哋血液里边嘅胃胆固醇同埋血脂。咁但系咧，因为果仁始终都系相对比较高热量啲嘅食物咧，个份量唔适宜太多，因为太多咧体重都会上升嘅。咁我哋建议每日食大概10至20粒就足够啦。聚餐大餐前，我哋明知可能今晚要出去食餐团饭啦，咁啊惊自己食过量咧，喺屋企可以先霎定一碟菜食。又或者可能你已经去到餐厅啦，你可以饮一杯暖水啦，又或者可以饮碗清汤，去令到自己增加个饱腹感，从而咧食餐嘅时候咧就唔会话食得过